家好，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适合穿裙子的简单发型。穿裙子的女生气质一般都会偏向于淑女、甜美、活泼、成熟。那么适合穿裙子的简单发型有哪些呢？发型一，双马尾麻花辫，活泼可爱，适合搭配明亮色的裙子。发型二，半扎发，简单清爽，适合白色或者深色系的裙子。以上呢就是适合穿裙子的简单发型的介绍。